你会不会希望一天有更多的时间呢？一天24个小时好像不太够用，看着忙不完的工作，就算忙完回家，每天睡觉也睡不满8个小时，身体越来越差。我好希望时间可以再多一点呢。由 Arkane Studios 所开发的《死亡循环》是一款非常有趣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。故事描述主角寇特被丢到黑礁岛上，玩家要在24小时内干掉分散在岛上各处的8位创建者，才能逃离这个无间循环。这个岛屿被分4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专属剧情，而随着时间演进，这些故事有可能会改变区域环境。这些创建者可能只有特定的时间才找得到，所以玩家要多多探索区域，搜集并观察创建者的行为模式，才能够猎杀成功。此外，过程中还会有一位敌对角色朱莉安娜出来搅局，玩家也可以改用这个角色来进行游戏。本作预定在2021年于 PS5 与 PC 平台推出， PS5 版本将有平台独占的时间。喜欢这类型需要动脑跟动手的玩家，可能要先买台 PS5 主机才能抢先玩到了哟。